据国际足联旗下的国际体育研究中心统计，自2010年以来引援花费最多的20支欧洲球队中，曼城以 14.7 亿欧元排在榜首。在这20支球队中，有7支球队的投入超过10亿欧元，这7支球队中有4支来自英超。除了英超球队，投入最多的是来自西甲的巴塞罗那，他们在过去8年中在转会市场上已经投入 12.58 亿欧元，排在这份榜单的第三位。西甲双雄的另一支球队皇马共投入 9.12 亿，排在第八。还有一支以土豪著称的球队，巴黎圣日耳曼，他们过去8年共投入 12.42 亿欧元，排名第四。过去8年转会投入前20名球队，一曼城 14.7 亿欧元，二切尔西 13.1 亿欧元，三巴塞罗那 12.58 亿欧元，四巴黎圣日耳曼 12.42 亿欧元，五曼联 11.02 亿欧元，六尤文图斯 10.58 亿欧元，七利物浦 10.71 亿欧元，八皇家马德里 9.12 亿欧元，九罗马 8.09 亿欧元，十马德里竞技 7.64 亿欧元，11国际米兰 7.48 亿欧元，12摩内哥 7.06 亿欧元，13 AC 米兰 6.78 亿欧元，14埃森纳 6.71 亿欧元，15埃弗顿5.97 亿欧元，16这次5.89 亿欧元，17那不勒斯5.79亿欧元，18巴伦西亚5.55亿欧元，19拜仁慕尼黑54亿欧元，20多特蒙德5.3亿欧元，